王爷一说，什么是道？两口子，一阴一阳之为道呢？是吧？一个人坏了就坏一个天地呢？我们代表天地来的嘛，我们是天地的一个分子嘛。说男人是阳，女人是阴呗，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，是吧？这个你看看，从古到今讲，三皇治世，五帝为君。三皇治世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所以王善也讲的是吧？天性、命、身，性是天给的，命是地给的，身是父母给的，是吧？讲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研究这部问题的时候，什么叫天性？佛性，人人都具备这个佛性。是吧？上外边说佛，你我佛我佛，你自己就是佛，是吧？你那叫佛说的是做，你不就成佛了？命是地给的，那地就掌握你的命吗？那你好生气儿呢，就来病了吗？地府就给你病，给你降病了吗？掌握你的命的吗？是吧？那身子是给谁给的？父母给的，干什么的？身子是尽孝尽气的，存礼在道的，是行道之具，是载道之器呀，经大万事的。我们身子就来干这个，不是让我们享受来的，要完成我们人生使命来的。干什么？欠忠孝的机会，这就来还忠孝的机会来的。要不我也不能来到世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明白这人生的道理。说别把误导了，我来享受来了，我来吃喝玩乐的。不用说，现在有的很多人就说，我怎么乐不起来呢？那你乐不起来，你不知足，你能乐起来吗？人要知足，你说能没有乐吗？都是不知足，心里苦，是吧？有妄想，有外求，得不到时候就上火，就生气，是吧？还有人问我，我们家那俩人就有问我，说那怎么能乐起来呢？我也乐不起来呀。最后有人我教他招，我说我教你招，你就乐了。他说那怎么能乐呀？我说你夸头揣个镜子，不行不行，就拿出照了，看看你乐不乐模样，你就看看你这小样，你咋不乐呢？是吧？你还查了？哎呦，不在人说呀，万天不乐的点啊，这回你乐起来，说乐一乐，上天有你坐，愁一愁，下地一游一游，你愁不就来病了吗？是吧？别愁，是吧？愁一愁，下地狱了，乐不起来啊。什么叫地狱？人有病就在地狱呢，还能死了下地狱啊？那不是活地狱吗？是吧？有人学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是吧？这十八层地狱有这么的那么的上，这嘎这嘎那的。现在你要得了瘤子，你得了瘤子你不嘎，是吧？你嘎还不算呢，还得捅把揪窝，别人太疼了，给麻醉吃两个钱，给手术吃两个钱，完了你好好给嘎子。你说让人嘎子，你还得捅把揪窝，还得走后门。是不是不要那么嘎呀？你乐呵呵的完成你人生的使命啊，是吧？夫妻这个关系很主要啊。我们老人尽职道，儿女尽孝道。你儿女你别管老人吃不吃，你要尽孝道，干什么？报父母养育之恩，报父母养育之恩。母怀胎十月整，乳哺三年，这个恩谁能报得了？就这三年的功夫。是吧？怀胎十月入骨那三年，这个就这一段，我们孝子你都报不完呐。我们女同志都生过孩子，现在就生一个孩子。我们想想过，我们过去我们的老人生多少？十个八个，五个六个是少的。我们想想我们的伟大的母亲有多苦。生一个孩子，他在生死关头走一回，
死门关上走一回，鬼门关去一趟。有多少生孩子死的呀？我们要理解母亲这个人呢，报母恩，报母恩，怎么报的母恩呢？报父母养育之恩。吃水不忘打理人吗？你生在世上不能忘父母养育恩吗？所以我们不能忘父母养育之恩。现在有很多孩子逆反，跟老人较劲，还有的这样的，你孩子上网学，谁让他生我了？你瞅，逆子，忤逆之子，人人都处置他，人人都对他。你看你自己的老爷，你打骂你忤逆，可是是那是你的爹妈，可是旁边的人瞅着都跟你用劲，旁边的人叫众人，众人是谁？众人是天。众人都看对你有看法，你说老天对你有没有看法？众人就是天嘛。要不人说天哪，天哪，天在哪呢？众人是吧？你处罚了大家的心，你就处罚了天呗。是吧？所以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应该很好尽孝。孝敬老人，这是人人有责呀，每一个人都有责。孝都分多少种，说有大孝，有小孝，有真孝，有假孝，有远孝，有近孝。我们看看，现在呢，假孝的多，真孝的少。为什么说假孝的多？由于孝父母之心，孝父母之心身，孝父母之性，这才能把父母孝到天堂去。不是给父母买点吃的，买点喝的，买点穿的，买个房就是孝了，这是天经地义，应该做每一个儿女都应该这样做的，这是孝身。我们能不能达到孝身心呢？孝心是孝老人的心，不让老人操心，不让老人糟心，让老人跟我们省心。我们学传统文化也明白，身子受了父母不可损伤，是吧？你身子受伤了，就伤了父母的心了，是吧？我想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母亲的时代。我有病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得伤寒病，病了七天了，上北方的伤寒病很重，那时候容易死。我病了七天，人事不懂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母亲的头发白了。我母亲呢、啊，那因为外头正是七八月前嘛，正是雨季嘛。我母亲把那裤脚子往那我这盖了，光脚丫了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母亲搁外边进来，可脚是泥呀、啊。借给他，让雨淋的贼拉湿啊！我们干啥去了？去给我找偏方去了，是吧？想到那屋里说母亲多难呐、啊！我母亲七天呐没吃饭，我七天没醒来，我母亲七天没吃饭。我们想一想，母亲有多么难、啊？我们哪一个儿女抱母亲的呢？你？我其实想起这段的时候，我心很酸很酸的。那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圣经讲那句话，子不言父，为子女的你不能言父母之过。那父母有过也没有你说的权利，你自能尽孝，用你的孝心去感化他，听说吗？你言教不如身教，你孝身心真了，你身体力行真了，保证能把你的父母感化了。是吧？这是什么呢？这叫真孝。
身体力行。所以有假孝的，真孝的我们也见着了，假孝的我们也见着了，就在现实呢。像那真孝的，我们看着王孝子那谁，王新海大孝子吧，大连市的，全国各地讲他的孝道，他各处去讲孝道，每一个论坛都有他，他是咱们在咱们那个北京人民大会堂培什么云呢、啊？命名他中国十大孝子之一嘛。王新海跟我俩最好，一直给打电话，打电话跟我老师怎么怎么的。我说你别说我老师，我就认为你是老师。这个人特别孝敬啊，23年吧，26年孝敬。他父亲瘫痪那么多年，他都生不离床啊，昼夜里就不脱衣裳伺候着父亲啊。父亲的痰出不来，他怎么他高他嘴往出吸，吸到他嘴当中不吐。那王新海就这样吗？可能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吧，一个警察吧，给他母亲换肾，那叫啥？隔骨奉亲呐、啊！这不就是中华儿女的大孝子吗？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吗？可是我们要真是，你要做好了，你可以成一个大孝子啊！他们达到什么？他们达到远孝了，名垂千古了，万古不朽啊，名留黄卷了。尽孝，什么叫尽孝？孝孝你自己的父母，这叫尽孝。小孝也叫，说小孝孝你的父母，尽孝是孝一时，远孝孝万古，是吧？我们必须在人世间来到人世，你说你来是高高兴兴来的，我们来是高高兴兴来的，父母欢天喜地的把我们抚养了，来是欢喜吗？去是悲，去是悲悲惨惨的走了，来到人世上，我们为人类一点贡献没有，你不白走一回啊？是不是？空来白走了。我们不能，我们是来到人世间，我们不明白道理讲不了，明白这个道理的，我们必须把人当真人，当真人说真话办真事，那就当体成真。所以我们要不孝，你不孝，保证你在儿女身上你要操心，你要操心。然后我在讲课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呀，说在生理上出现问题的孩子，孩子生理为什么出现问题呢？不是这个妈妈不懂得人味儿吗？他不懂得人伦道德呀，他就因为我到你这家了，我就应该享受啊。那真是这样的，我碰到很多孩子得上病了，生下来就有病。是吗？没胆，小孩生下来没胆能活吗？五脏六腑缺一腑，没有胆，这就是我们齐齐哈尔市的。抱着小孩去找我去了，那时候葛秀平我们都在那个心理疗病那个地方。我说你还啥病啊？咱一瞅就是肝胆的病啊。他说你这孩子没胆呢。我就笑了，我说没胆能活吗？他说就是要吃啥拉啥呀，他没有分泌的能力，吃奶就拉奶，一点也不变傻的。我就想起王善一说那句话了，轮肠道颠倒了，就给你来个假的。我说你这孩子，你生这个孩子，你们家轮肠道颠倒了，然后他儿子、他儿媳妇儿抱孩子，还有一个老婆婆。他说怎么轮肠颠倒啊？我们不懂啊。我说婆婆当媳妇，媳妇当婆婆了呗。我就问他媳妇，
我说你是不是你从那结婚你没给你婆婆做过饭，没给你婆婆烧过水，她丈夫在那站着。你说对了，从她结婚就我妈伺候她，一碗汤一碗水的都我妈伺候她。早晨一早晨我妈把饭做好了招呼我们俩起来，洗脸水给舀上了，洗洗脸是吧，擦的烟烟粉抹抹粉，完了一凑合就吃饭，吃完饭饭完一头不管了。我这就叫伦常颠倒，婆婆是媳妇，媳妇是婆婆，这不颠倒了吗？所以给你来这么孩子，生儿育女家家的能有几人孝顺心呢？我这么一说你说怎么样，这小媳妇聪明，巴拉就给她婆婆跪下，妈妈呀，从今以后家务你别干了，全交给我吧，是吧，我可不再当这假人了。因为他在那还听我没有讲到，讲到了真就是这家伙，老婆婆也儿媳妇也哭了，老婆婆也哭了，说那这孩子咋整？我说这孩子你们要认识好了，你们婆媳俩这不都完全是儿媳妇的问题吗？你婆婆真溺爱呀，你现在孩子结婚了是吧，岁数小多睡一会儿吧。我说这一点你就错了，你这个迟到就没定好，你定了你请辞呢，你没把儿女给领教好。再讲说你是在媳妇儿家里哭啊，要不我那时候心窝有福呢，我才能这么活吧，没成想他还错了，真的回家不几天的孩子就死了，死了两口子就回来，又回到我们的环境里头，搁那待半拉月，回去就怀孕，又生一个孩子，生个小小，这回抱来了，这孩子特别长得特别壮实，什么原因？先天性好，先天性好，你后天生这根能不好吗？所以先天性不好，你后天这根指正要走，这就叫种因结果，种什么因结什么果。撒什么种子出什么鸟，王山一讲那句话吗？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种下菩提树必开吉祥花，从前没种下你修的收什么呢？是吧，没种好因能结好果吗？现在农民兄弟你要还种的原先的种子不带高产，科学种田吗？现在生理上也得讲科学呀、啊。我们看书后人有那个六部教育和那个什么呢，生理保住，你真能按照六部教育和生理保住去怀孕这后天这个孩子，你看你这孩子什么保证聪明伶俐，什么保证他的能力过人。当你要不会用，你就为了一时的欢乐，那你生这孩子可能就是会原胎带病，是吧？生理这方面王善人讲改种还良，重立迎根，是吧？我们给他讲到什么生理上的科学，是吧？用科学一种方法去生后一代，你看你给后天留下这个迎根什么样，而你是谁，而你是祖宗的根，是吧？你给祖宗传宗接代，你留个什么人？是吧？现在人家有很多重男轻女，王山人讲这是一种错误，错误观点，是吧？不要重男轻女，生男儿是传宗接代，孝敬祖宗；生女儿是大孝天下，给天下留阴根来的。你要有说那些圣贤都谁生的？圣母生的，有圣母才能生出圣贤的子孙，你没有圣母你怎么能来圣贤的子孙呢？是吧？我们看看古代那些孔子、孟子、岳飞、姜子牙，那不是生他的妈妈不都是女人吗？他们为什么能生出这样的孩子呢？他们明白夫德女道，
是吧？因为他不明，你不明白，你自己跟我上那家干啥去了？我就上家啊，我们上那家要房子，要车，是吧？要钱，自己要这，是吧？男人怕没权，女人怕没钱，是吧？男人领妻学道，女人祝福承德；男人领妻不管妻，女人祝福不累足，是吧？各行其道。你站在男的位上，你有男的道；女人你有女人道，那就说我夫妇这股道也彻底主要。夫妇是人伦之始，道化之根呢。你造因根的，你给后天留个什么因根呢？说你是留个忠臣孝子的，孝子贤孙呢？你是留个逆子的，你还是留个败子的？你留个啥样孩子给他？所以王善人说，父母你想留个好孩子，你先从你自己做起，你从小就得明白道理。我们现在都是过来人的，是吧？过来我们家还有子女呢，你怎样教育你的子女呀？这个是很主要一点的，夫德女道，是吧？什么叫夫德女道啊？有三步吧：姑娘道、媳妇道、老太太道，是吧？现在呢，是吧？又有姑嫂道、妯娌道、婆媳道、继母道、后母道。现在继母和后母很多，这股道现在很主要。继母你对前方子女你应该怎样看待？有很多女同志，是吧？当了继母，什么叫继母？什么叫后母？这里都有分享。继母是什么？继母男方结过婚，有孩子，可是女方没结过婚，女方是姑娘，跟这男方结婚了，这叫继母。继母对前方子女教育的时候，可以说什么？教育两遍就可以了，不要多说。后母对前方子女没有你教育的权利，你是后母。后母对前方子女要对前方子女要爱如自己的，比自己的还要爱，这你这个后母你才当的比较正确。你拿前方子女眼中钉右中刺，那你这个女人你就是个罪女人，是吧？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也都明白这个道理。现在人都比我明白，是吧？都比我明白，文化水平都比我高。现在最小最文化最低的可能是个高中大学，那一般都是大学研究生、博士、硕士、教授，是吧？那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些道理？我从实践中体验出来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。那我们当后母的，你对前方子女，你对前方子女好，你的子女你不用管，保证他的超过，他的突出。可是你看人前方子女，你看人家，你都想法要琢磨人家。我们想一想，你说你那孩子能好吗？是吧？圣人写出一个人字了吗？叫人之初性本善嘛，是吧？我们生来都是本性，都是善的嘛，是吧？人是一撇一捺写成个人字，那么我个人考虑啊，一撇就是男人，
你看一大保证不出头，出头就不念人了，是吧？就顶在这一撇上，是吧？那是女人呗，这就行，合到一起俩一横一撇一捺合到一起念了一个人字，这证明叫一阴一阳。可是呢，这个人字写的我们都认得，可是文字里又出了一个什么一竖，这人字中间来一竖，这叫啥个？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，叫什么？第三者插到人家家去了，个人发声音。现在第三者很多，是吧？很多破坏了人家的家庭，反过来是怕颠倒理怕翻，别人破坏你家庭，你心难过呢？你难受不得？别的事情有关系不足为量啊，就这个事情是最可怕的。也会造成很多的痛苦，别人痛苦你也痛苦啊。有人问过我这话，你我开头讲了，我说大家不要迷，不讲神不讲鬼不讲玄不讲妙，一个女同志就问我了，当然就当面就问我，那你说有没有鬼？就问我这么句话，我说有。那你看你不讲神不讲鬼吗？我说有活鬼。他说你看着了吗？我说我看着了。他说你看咱哪儿？我说我现在就看着了。他搁哪儿呢？我说你就是。啊！当时他就说：“我怎么是呢？”我说：“你红，你白的像个人，你黑的你就是个鬼，你净办鬼事儿，你偷偷摸摸的你，你办啥事你哥哥不知道。”你说他狼个刷刷就嚎上了啊，这家哭的啊，再人你一眼把我看透了。我说不是我看透了，你哥哥做的事儿你不知道吗？是吧？你鬼的鬼气的，一瞅你就鬼呀、啊，是吧？你就办鬼事儿呗，是吧？我说你偷偷摸摸干啥？我们要名正言顺，你办啥事儿？正大光明的，是吧？夫妻之间就应该就是、啊、正大光明的，你何必你们偷偷摸摸搞那些鬼事儿呢？是你破坏别人家，又破坏了你的家，还找着哥哥做的很对呢，那你造成了无边的罪孽呀，给你儿孙后代盖不光阴呐。另一方面，现在我们夫妻这一步离婚率太高了，离婚率多高啊，是吧？还因为自己，你看看我，我多有能耐，我找几个男人，哎呀，那脸都往哪儿高啊，丢死那人了，丢死谁？娘家人，是吧？让你爹妈脸上盖不光呢，你祖上都没有光，你把祖德给败坏了。回顾想象一下，我们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没有，只有到我们这来了，我们把祖德给败坏了。还用自己很能的呢，是吧？有很多女同志离婚了，带着一个女孩走了，又找一个老公。我见我们也见着了，怎么样？这个老公，你想一想，他自己的媳妇他都不要了，又跟你凑到一起了，有扔那个心就有扔你的心，然后他把人家女儿给强奸了。这样的我们见了好几个了，完了上五个家哭。我说你哭啥？你哭，你造成的，还哭了你？你还有点哭？谁给造成的？不，你妈妈给造成的吗？是吧？我们，你们说吗？通过我们讲性，讲性理，聊病，讲伦常道。有很多女同志男同志离婚了也不行啊，一听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们俩得复婚。不对的啊，复婚还是对的，是吧？肯定没有旋转，还是原装的好啊。真的啊，
我们就不说别的，咱们说一个简单的例子，那机器出厂的机器，你不原招那个那些件都打上康师，你等你一换一个件啊，就不康师了。他咋的？他不是原打原扣的，他中间有格了。那你说我们后婚的夫妻，你说这个心里有没有格？各穿心眼的，各个揣各个心腹事情呢，是吧？所以我他妈我在这方面，我真是通过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很多夫妻呀、啊，那复婚的太多了，有一个我就劝不了，怎么劝他他也不干，非得离婚。那我就这咋整呢？劝不了他咋整呢？后来我们想一个招，想一啥招？想个损招。他有孩子呀，14岁的小姑娘，说姑娘啊，你爸和你妈要离婚，你怎么办呢？他说那咋办？他说我那什么吧，我跟我妈，我说你跟你妈，你没有爸爸呀，没有亲爸爸呀，那也不行，我也跟我妈。我说那你不让他离婚不行吗？他说他俩要离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说你有办法？他说我有啥办法呀？那家都那他俩都打的冒烟了。我说你有办法？我说我教你招。他说你教我啥招？我说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你爸和你妈都来，准来，是吧？他说来，我就问你，我说你俩离不离婚了？他俩准说离婚。你爹不能说离婚，你妈嘴说离婚，非离不可。我说那孩子呢？你妈的。